刚才吹的这一首曲子呢，是以前日本的动画片《铁臂阿童木》的主题歌《阿童木之歌》。它是由高进达雄作曲的，口琴独奏曲呢是由陈建成先生编配的。据资料的记载，这首曲子在1985年的上海地区所举行的少年儿童口琴独奏比赛，是一首指定的曲目。那么，陈先生在这首曲子里呢，并没有采用什么传统的吹奏技巧，由于有不少的半音，所以利用了两把口琴来吹奏。希望你能喜欢，谢谢收看。